然后七的七七七七，这些都是1、2、3。这个应该一起。我觉得他可能一拆两个或者是一起，我不知道够不够。就是一起然后长一点。那我把那个。那这样他们要选平均数啊？七七的啊。有这么多场地、哦，有你看墙上有谁啊？哦，可是如果想要进去的话，可以啊。然后再来要从那边是6，哇！按交流过去。哎，那有7啊，按照7。哦，对。有电，有座位，然后6。我有个问题，是为什么这个不放在这边一起？说了，我觉得。我下次把你从1楼，我从1楼麻烦你。这个应该蛮多特定的地方。然后再来，还有五，五是每一次都超过一次。五三个，我可以固定的吗？接受开源，这两个。对。OK， 产物，我觉得中原院秘诀嘛，中原秘诀。中原秘诀。中原秘诀。我们现在只需要他来给我看的是 A。组织形成发展的方向。而且他还有一个缺点。那你的那个我就很高。只有在中间有一个正确。然后再来是。那些我们应该都可以，他用网络的时候，那我知道越是会一千，对吧？没错，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们那边就是主要用感觉，对，要看底色，要看比较白的，尽量白色，然后会像这个设计一样都是漆。我先贴，先这样好不好？对，然后那什么，我要学。那如果说找一下看一下多少？这谁写的？不吃啦，我只要喝。有可能，这是一招的。找越是开场，这个我讲过完。这个我觉得讨论时间就是3分钟，而且他讲是同，就是钱。这边我觉得主要是钱，然后我觉得是很大，然后看这个地方是可以跟亮亮讨论一下，说他想要讲的什么，再叫什么。我觉得啊，对吧？那这边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，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子，所以才变这样。对。Hello。Hello， 哎，有投稿的可以到白板前面来吗？我们现在议程已经有初步的排好了，有些议程会合并在一起进行。好，然后你听，你可能要拍着，然后回去黑风。这个好浓啊。好。12吧，我等一下拍照，所以要举轨，等他们定稿就好了，因为他们好像还会。对，我们默剧，我们用默剧。对啊，默剧没关系啊。你在录影。嗯，我想要录他们的讨论过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可以提出来，然后来讨论的。所以博强点状，啊，这是博强点状的结果。对，点线爸爸点状。我要 call CEO Library。点斜线爸爸，怎么没有讨论怎么吵架呢？有啊，有，怎么会没有呢？热门一点 ，A 鬼枪手鬼，超棒。要分身，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要分身很痛苦的？可以赶快来，我们慢慢调整。他4个，四个都满了。这个我是有两个题目，两个这一讲，两个题目。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。啊？没关系啊，可以他为主啊。没有，就是不一定谁为主啊，就是有一个人 moderate。可以一开始先问说大家每一个人有没有什么想要讲的主题，然后看每一个session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时间。对对对对